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来刮这一张乐刮2000，刮刮乐，每张售价新台币200元，头奖奖金有100万元哦，然后有超过15万个2000元含以上的奖项，这次挑选的尾数是22号啦，22号在这边，希望22号可以中大奖啦。那玩法说明呢？玩法说明在这里。任一个您的号码对中幸运号码，即得该号码对应的奖金，或者刮出一个这个钱袋的一个符号呢，即得奖金2000元。哇，有看在网上有看到人家刮到这个钱袋符号呢，希望这一张也有机会啦。好，马上开始来刮吧。好，先来刮出幸运号码，尾数20号的幸运号码是多少呢？20，然后还有一个是28。26 20 26 28上面应该没有上码了。好，开刮您的号码，来来来，您的号码第一个是23 23没有，17 17也没有，好，继续刮。30也没有啊，要22628，22628，12也没有，13也没有。请看我的刮刮乐，对不对？会让人家不会想再刮，是这样子，因为都没中。哇，10号也没有。怎么会感觉中奖率跟其他在刮的人比起来好像差很多呢？看好多人都一直中，自己都没中，怎么会这样子啊？难啊。25没有，15没有，刮的都很没信心了。好，剩下最后一点点的啦，快刮完了，这张刮的好快哦，一下就没了。检查一下，应该没错啦，22628都没有嘛，确定都没有。好，马上继续刮吧。来，有没有来个22628？27没有，有26272728啊！果然又是一只乌龟啊！哇，这个是不是连续好几龟了？没错，这一张又是乌龟了，乐刮2000，改名叫乌龟2000好了啦，真是的呀。好，最后一样要做个总结吧。这个代码是什么啊 ？TOR， 还是 RTO，OTR， 随便啦，反正乌龟代码。再检查一下好了，22628，都没有，确定没有。好，就做总结吧。这张售价新台币200元的乐刮2000刮刮乐，尾数22号，宣告杠估，做200块钱的公益。那就谢谢大家的观赏，再见喽，拜拜。